下来新加坡的黄靖伦请出列。出生年代1983年，黄靖伦小时候看得出来跟大家都一样目光呆滞，非常可爱哈，因为那个年龄也没有在想什么。他选择的是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那个你是之前就听过这首歌？以前小时候妈妈放播收音机的时候有听到，其实选了很多歌，这首比较熟悉一点，比较熟悉，以前就听过，那就好办了。这首歌也是非常红啊，掌声欢迎黄靖伦的演唱。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如果有一天我们有那种歌舞秀的题目的时候，你可以来一段反串秀，那种蝴蝶君啊，或者是王的男人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那种穿一半男装一半女。啊，你要演这种啊？不，你自己会吗？你自己在家里有演男女对唱过吗？没那么变态。啊，没那么变态。对，可以试试看啊，我觉得精彩可期耶，是不是？小虎老师，请讲评。我试一下，我跟郑怡，我们是就是我进唱片公司的时候，她就是我的算是师姐。他那时候正红的时候，然后我刚进唱片公司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很经典哦。但是我第一次听到男生唱这首歌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在看你，就是你有些音到底是假音还是你的真音这样？真音还是假音？混合音。对，但是我觉得真假我觉得你真假音真的转换得非常好，真的转换得非常好。我觉得真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的实力不只是像唱这个《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》。非常特别，令人蛮惊喜的，这个声音真的蛮特殊的，很想说你有那种，阴阳嗓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是真的蛮不错。你多讲几句话让我听一下吧。Hello， 小胖老师好。哎，所以你讲话跟唱歌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OK。你可不可以试试看男女对唱啊？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。有我看不到的美丽时光，然后女生，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，有我看不见的美好时光。哇哇，是很特别。我看他这个是在古代哦，就是你知道王的男人了。他如果出来演一个女生，那个王就会爱上他，然后就你知道就要把他当靖伦了。马上来看黄靖伦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黄靖伦的分数是12、14、17分。好，谢谢。17分已经过关了，也不算低的分数。其实黄靖伦因为又是这个后来加入的新加坡的朋友，所以会每次比赛会觉得特别无助吗？还是觉得说特别开心，就是当是来玩这样？也没有，因为我放弃了学业，对，我在正在读书。嗯，对，不可以就是说回去再修吗？可以，不过就等于浪费一年这样子，因为我快要考试了。对啊，但
但是你截至目前为止，你觉得你的选择是值得的吗？考试可以明年，可是来星光只有这次。哇，真是谢谢你看得起我们，一定要来一个这样男女秀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既然都放弃学业了，拜托一下哦，真的很期待这个特别的嗓子。再次谢谢黄静伦，谢谢大师姐。好紧张，终于把歌唱完了。其实也没有想到会进过关这样子，其实是在利用自己的嗓子的天赋，所以下次我应该会用比较。我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自己，就这样子，我会加油的。爸爸妈妈又可以看多一集喽。